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一百六十五面，一百六十五面，倒数第五行，啊，从。 导师者，看起啊！导师这两个字是经文啊。导师者，指引导他人入于佛道者，施主断结金月。 好导师者，令众生类视其正道苦。华首金月能为人设无生死道，故名导师。 这一个称呼，在大乘教里面，是对于佛陀的尊称啊，不是随便可以称呼的啊。 这个佛法里面称呼，这是个常识，应该要晓得。通常。 在中国社会，“和尚”这个名词大家都知道，但是现在呢，含义、啊、模糊了，甚至于、啊、产生了严重的误会。<coughs> 这两个字是梵文音译的。 啊，他的意思是清教寺。啊，所以这个关系就非常的密切啊，也非常重要。嗯、在一个学校啊，佛法确实它是学校。 主持教化的这个人、嗯，就是校长啊，这个教学政策是他掌握的，老师是他聘请的，一切老师的教学都不能够离开。 教学的宗旨，让教学能够达到最完善的目标。所以，这个教育办的成成不成功，关系在校长，啊，不在老师，老师是执行的，啊，总策划，啊，总的指挥是校长，所以。 和尚啊，就是校长。一个道场，只有一个人称和尚，啊，嗯、一般讲的是方丈主持，啊，这个人称和尚。除他之外，其他的出家人不能称和尚，称阿舍里，啊，中国人有时候。 这个言语简化了，啊，称舍利，啊，舍利就是阿舍利的意思，这都是梵语，啊，嗯、舍利呢就是普通的教师，像学校里面的教授，啊，大学的教授称舍利，啊，这个校长、啊、才称和尚，啊，所以和尚非常尊贵呀。 一个一个大道场的时候，只有一个和尚啊，没有很多的 <coughs>。那现在说，只要看到出家人都称和尚啊，所以这是对佛法这个名词啊没有真正了解啊，真正了解就就不会有这个心性了、啊、现在也很少人讲到这个问题，我们学到这个地方啊。 就应当要说明一下啊，所以佛教是师道啊，它不是宗教啊，宗教里头没有这种称呼啊，清教寺，啊，没这种称呼啊，只有学,学校啊才有，所以在学校里头，居足和尚。 这个条件的，用现在的话来说呢，一个就是学校校长，他是真的请教师；那另外一个呢，也可以说是和尚，直接指导我的、教导我的。啊，这个人关系虽然他不是学校校长，他跟我的关系特别密切，啊，我是跟他学。 啊，现在讲的是指导教授。啊，学校里面教授很多，没有上没有指指导，我没有上他课的。啊，我只称他在佛门里这么，就是称他为舍利，啊，称他为阿舍利，就是一般讲的是老师，直接教导我的呢，这个关系要紧。 啊，这个也可以称之为和尚。所以佛法是四道啊。你看，我们称佛对佛的尊称啊，佛是和尚啊，是我们真正的和尚，唯一的和尚啊。那么佛也称为导师啊，所以导师是对佛的尊称。另外一个称呼称大师。 啊，大师不是随便称呼的，大师是对佛的称呼。啊，你看，在中国传统上、嗯，这些出家人，他们有很多成大成就，但是不能称大师。啊，他在禅有成就的，啊，称禅师。 啊，教里面有成就的，称法师，通达三藏的，啊，光学多闻，通达三藏的，啊，这个我，这是有翻译经典的资格，啊，我们称为三藏法师。 啊，都用这种称呼，啊，没有称他为大师。啊，在过去，帝王给他封号呢，啊，这是通常我们称为过师，那都是封号，啊，皇上的老师，啊，国王大臣接受。 他的指导，接受他的教诲，啊，成为国师，啊，那么通达经论的经师、论师，通达戒律的律师，啊，这些称呼都是有专长的，啊，经律论三藏啊，啊，通达一样的，是这么个称呼，啊，成法师，成大法师。 啊，大法师，这是对他的尊敬啊，敬称啊，所以这些呢，我们常识都要知道啊。称呼上有错误，那就是外行了啊。在各个不同宗派里面，修学有成就的人。 通达这一宗啊，也都称法师啊，这在习惯上我们都能看到的啊。可是，唯独净土中的祖师，习惯上呢，称为大师。 啊，其他宗派里面祖师都没有这种称呼。为什么？大师是佛，此地的导师啊，他能够真正的引导人入佛道。这个“入”是开悟啊，他有这个能力呀、啊。 帮助人性解不行，要帮助人悟如才行，这个人才能成为大师。啊，那么为什么净土宗成大师呢？这也有个道理，净土宗这一些修行人。 他能帮助学者啊、学人、的学生念佛往生净土，那生净土就成佛嘛？啊，给大彻大悟修学正果没两样啊！啊，尤其经典上说的这么清楚。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借作阿维越智菩萨，那这还得了吗？阿维越智就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的人啊！他超越了十法界啊！他生在生到啊，诸佛如来的十报庄严土啊！ 啊，所以净土中的大师啊，祖师称大师啊，我们一般你看称印光大师啊，慧远大师啊，这是佛门的一个习惯啊，我们应当要了解啊，大师决定不能够随便称呼啊，我们虽然很尊敬他。 啊，这个这个恭维他，但是不能过分。中国人讲礼节，戒是有节度，不可以超过。趁大事呢超过了，啊，把它当做佛看待了，啊，跟佛的地位平等，啊，这个是应该要知道的啊。 《舍主断结经》说得好：“叫好道是真。令众生啊，令众生累，失其真道啊。众生累就太多了，太广了啊！设法界的众生有能力帮助他们。” 教导他们，示其正道。这个正道，明心见性，见心成佛。啊，这个号为道士。华首经里面说：“能为人说无生死道，故名道士。” 啊，无生死是大般涅盘呐、啊！啊，都是帮助众生，超凡成圣。啊，不仅是转迷为悟啊，他要转凡为圣啊，这样的人才能成为导师。 佛报恩经曰：“大道是者，以正路是涅盘经。啊，经是一条路，这条道路啊，通往般涅盘的，使得无为常乐果。啊，这底下有个有个注解，无为。” 知无为法，常乐知常乐我净啊，这就非常明显了。在《华严经》上，是四十佛业为化身大事的境界。 啊，能教人正德发生大事。啊，这个人称为导师啊，称之为大导师啊。有真捷曰：导师行者，皆弥陀世尊平等，因劫无所异故。又 大道是者，金密陀师尊，以其本愿引摄无尘啊。真解完全是以敬宗来说的啊。那么这是《无量寿经》注解上讲的。 啊，导师行者，弥、嗯、陀世尊平等隐结无所依，这个地方着重在“平等”两个字。啊，连着下面呢，叫、啊、大导师的，即弥陀世尊以本愿隐摄无尘。 你看前面讲的平等迎接无所疑啊，五成是讲人成、天成啊，这两两类、啊、通常说它做人天小果啊。 或者是任天成，连小果都受不上，为什么没出力留在轮回？声闻缘觉是小臣。啊，通常讲呢，声闻是小臣，缘觉是中臣。菩萨是大臣，讲五乘佛法。 啊，这个意思就是说，导师有能力令一切众生平等的度啊，这是这是阿弥陀佛才做得到啊，啊，一般人真的是做不到。 啊，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啊，皆因一切众生。下面念念老跟我说：“过今本寺言说，本尊啊，本寺是释迦牟尼佛，啊，他是我们根本的老师。” 所以我们跟释迦牟尼佛的关系，诸位一定要搞清楚、搞清楚师生的关系。啊，佛是我们的老师，我们是他的学生，啊，所以自称为弟子。啊，这个称称谓呀、啊，在中国古时候非常讲究，啊，因为它是礼节里面。 基础的一环，啊，不能成错，啊，我们对任何人谦虚都是成名，啊，这是鼓励。啊，现在人很多不知道，啊，比如我们看到很多这个在我面前的，啊。 或者是写文字给我的，啊，自称为末学，啊，自称为后学，这个都不可以的，啊，应该什么？臣民，啊，我对于长一辈的自称净空。 啊，对父母也是自称臣民，啊，臣民是最恭敬的，啊，最恭敬、最谦虚的。啊，这个“墨学”呢，在平辈当中啊，可以称，但是还是臣民的好，啊，这是最恭敬的一个称呼。 啊，对大众一般的尊称称善知识，啊，佛经上的善男子、善女人，啊，我们中国一般称大德，啊，称仁者，这都很好，这是佛经上的称呼，啊，大德仁者都是对于法师阿罗汉的尊称。 啊，的普通的理解啊 <coughs>。那么现在本师啊，世尊呢，言说本经，正是住弥陀之所行，阿、啊、弥陀佛之所行，没有别的。 在十方世界示现讲经教学啊，这些事情我们都已经很熟悉了。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啊，众生品类不齐。 程度差别很大。佛菩萨教化众生，切记切理。切记就是说教学的这个内容适合学生的程度啊，学生的程度浅。 你不能说的太高深的，他不懂，听听不懂。啊，学生的程度很高，你说钱他不满意。啊，真的呀、啊，要恰到好处。啊，他听了才欢喜，啊，他才会有信心。这个要真正真实智慧，没有真实智慧，没法子关机呀、啊。 啊，他一看就知道你的根性，不但知道你这一生，他知道你过去生生世世，啊，你学习什么，你阿赖耶识里头有哪些种子，他全晓得。啊，现前这个时候要给你讲什么东西啊？阿赖耶识你那些种子的时候会起现行，啊，起现行。 帮助你悟入啊，这是相当不容易的一种事情啊！啊，切忌切离，反而比较容易啊。离是什么呢？诸佛如来之所证的,的。我们在经教里面。 啊，学习的时间太长，是深入经藏嗯，对理不会迷失，但是关机、啊、这是真功夫啊，啊，这很不容易呀、啊嗯。世间法师那是教学经验啊，总比不上有修有证人呢、啊。 那种关系功夫的得力啊，总比不上他们啊。所以众生要有缘遇到佛菩萨啊，遇到佛，遇到菩萨、化身菩萨，几乎没有不开悟的。 啊，我们一生遇不到，是自己的业障太重，绝对不是说跟佛菩萨没有感应。我们求佛那个心，念头才动，佛菩萨就接受到我们的信息，啊，他就来帮助。 我们为什么不见不闻？这是业障啊！啊，过去张家大师给我谈这个事情啊，业障消除了，感应就现了啊，众生有感。 佛一定有应啊！我们明显的求佛菩萨加持，这显感啊，哪有不应的道理？我们自己的缘成熟了啊，虽然还没有这个念头求佛，你的敏感，佛知道了，啊，他也来给你实现。 也给你引导，啊，你也能豁然到。啊，你不是有心求的，啊，偶尔好像很偶然的，其实并不偶然，啊，你是敏感佛菩萨显应，那么经常这样说法。 我们在历代这些祖师大德典籍里面啊，他们的著述啊传记里面，我们能够体会这个事实真相是真的，不是假的。 啊，因因此，我们就知道，铲除业障是修学重要的方法。啊，我们这一生所以学的这么困难，甚至于这一生把方向、目标都搞错了，得不到啊我们希求、希望的这个果报。 全是业障障碍了啊！所以一定要学那些真正修行人，每一天产出业障啊！我们自己不知道啊，《金刚经》而、啊、不是《地藏经》上说的好啊：“严护体众生。” 我们这个地球上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罪也。无不是业。他说的话，我们能相信吗？冷静、细心去体会，才知道他讲的一点都不错。 啊，我们起心动念，几乎都是落落在贪嗔痴里面，这叫三毒。啊，起心动念跟三毒相应，那怎么不是罪业？《地藏经》说的不过分呐、啊。 啊！如果这个念头落在铭文里呀、啊，啊，五欲六尘，那就是贪嗔。我得到了，贪心啊；没有得到的时候，有怨恨。 有嫉妒、啊、成慧娴啊，迷而不觉于、啊、此啊,啊，在镜中什么叫觉悟？ 果然，对一切妄想杂念呢，都舍弃了，起心动念都跟阿弥陀佛相应，这一句佛号，这个人真正觉悟了。为什么？他一心一意，没有第二念，只求往生净土。 清净迷途，这个人虽然不像宗门教下那种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他的效果、他的结果，跟明心见性那些人无二无别。为什么？他求往生，他真的往生 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不就是阿惟越致菩萨？阿惟越志就是大彻大悟、明心静心。啊！这叫真觉悟啊！我们今天去靠宗门教下来觉悟，难呐，真不容易啊！啊，宗门是彻悟，大彻大悟。 啊，教下的是大开元节。从经教里头得三昧啊，学华严的得华严三昧，学法华的得法华三昧。啊，他走的是戒定慧的路子。 很难，不是人人都能得到的。修行的人多，得到的人很少。啊，宗门教下都不例外呀、啊。啊，唯独尽宗成就殊胜。啊，所以这个法门，得到世尊的赞叹。啊，世尊为我们开言。 雷部大军，十方祝福赞叹，助镇帮助我们。 心结，发愿修行，这种恩德无与伦比啊！事处事法里面都找不到。 啊，这个法门，金山讲的最深之道啊，啊无与伦比的殊胜呐！啊，最深之道就是念佛往生。啊，为什么呢？这才能够真正的普背三根，原是。 五尘啊，说老实话，不止五尘。连出生、魔鬼、地狱，都能因这部经这个法门而能得度啊！这得度不是平常的度啊！ 夜深成佛啊！这些年来，我们也遇到一些通灵的人啊，一般人说是灵媒，这些人也不是完全迷信。 啊，他们参加我们三世信念。啊，他有能力见到我们看不到的天道这种神。啊，遇见天地。啊，像死亡天、逃离天，这很容易看到。 啊，鬼道的众生，地狱道的众生，啊，有时候来附体，我相信那不是假的。啊，他们透的信息告诉我啊，这些法誓确实有效。 啊，我们应用真诚心去做。啊，中国古人讲的好嘛，这一个总的原则掌握到诚这里。啊，古人祭祀，你看祭祀之前三天斋戒沐浴，啊，为什么？真诚恭敬，他就有感应。这祭神入神在。 我们作为法师，啊，如果主修法师的人真诚恭敬，就能感得啊道场的书生，这些鬼神，哎，真有往生的啊，那这个法门立业就不知无成了，哎，嗨、哎。 还有出生道、有天道、恶鬼道、地狱道，这都得理，啊，但是少，啊，多数呢，啊，这些轨轨道众生呢，到出生道去了，到人道来了，也有一些到天道。 这都是真实利益了啊！所以，净宗法门被称为最深之道。金银素月，无上菩提是最深道。 啊，无上菩提是成佛之道。啊，净宗这个法门是直接教导我们成佛的。啊，一生当中决定证得无上菩提。啊，无上正等正觉。啊，所以称之为最深道。 啊，一切众生，这一切有缘众生呢，通通都能真的。这个太稀有了。啊，条件就三个字：信、愿、行。往生就是真。 啊，佛来戒烟你往生，那就是正果了。啊，可是信、愿、行这三个字都不容易。啊，看起来好像很简单，<coughs> 有几个人真相信？ 有几个人真发愿了？我们见到了真心真愿、真行的人，绝大多数三年就成就。古人，我们在《往生传》里面看到。 在净土神仙录里看到，啊，惊人！现前修行的人，我们细心就观察，有啊，到处都有。 只是很少人呢宣扬，深至说是哪一个道场都有。啊，真干的人，真干他不宣扬啊，啊，真干的人非常谦虚，都觉得自己，啊，无论在道行。 啊，在羞耻，在性急，哎、啊，都不如别人，真谦虚。哎，可是他走的时候，欲知是知，很多没有病苦，无疾而终。啊，走的时候清清楚楚，明白明白白。 啊，跟自己周边的人，啊，在周边这些人，告诉大家，佛来接引我，我走了。啊，勉励同学们，认真努力，好好学习。 啊，将来在极乐世界再见。啊泽香港，谭旭老师老老法师常常讲啊，他一生亲自看到的例子。 啊，早年间，哈尔滨吉洛寺修无法师啊，这些故事，在佛法称之为公案啊，就是例子，在谭老的传记。 《影城回忆录》里面记载很多啊，老法师一生亲自看到的，亲自参与的，修无法寺往生那个时候，老法师是。 极乐寺的主持，啊，极乐寺是他建的，啊，道场建好了，啊，他老人家请他的老师地仙老和尚，在那里开一堂讲，啊，请地老法师。 做德界和尚啊，那么这个发挥一个多月啊。修吾师早年出家、嗯，到这个戒坛里面来讨一个义工啊。那个时候是定西法师，以后都在香港。 啊，问他，你能做什么工作？修无法说。我希望能够给个机会给我，在戒期当中啊，照顾生病的戒子。啊，因为人很多，伤风感冒这些小病需要人照顾，当然好事情。啊，所以就留下来了。 啊，他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啊，没出家之前，他做泥水匠，啊，做小工的。啊，出家之后，在寺庙里多做粗重的活、啊，别人不愿意做的他去做，任劳任怨。 啊，但是他有个好的一心念佛，专念阿弥陀佛。啊，工作很勤快。啊，他到极乐寺时间没多久，啊，好像十几天，他去找老和尚，啊，就是。 谈学法师找主持嘛，跟他告假，嗯、哎、谈了就很奇怪，我们这戒谈还没结束啊，那你一发心来做义工，怎么就退了道心了？啊，有什么要紧的事情呢、啊？ 他就说了：“他说我不是别的事情，我要到极乐世界去了。”哦，老皇上一听，你预知时知，是大概多久？不出十天。那、啊、老和尚就很重视，啊，这个定西法师也也也也干得很殊胜，难得啊，他要求。 给他准备一个房间，啊，准备一点劈柴，完成之后火化，啊，请几个同参道友啊，送一送他，帮他助念，他、啊、老和尚都答应了。好，我们替你准备。嗯，到第二天又来找老和尚，老和尚，我明天就走。 就赶紧的了吧？啊，真的，他真走了，不是假走了。啊，盘腿坐着走的。啊，地牢的时候，在界和尚还没有到，他就往上了。 啊，地牢到了之后，看这个情形，非常赞叹。啊，出家人，啊，许多确实，这些知名的，大法师、老和尚，都比不上你。 啊，在寺院里头，没人瞧得起他。啊，他是个真正修普行的人。啊，寺院里头最难的事情，别人都不愿意做的事情，他做。啊，一天到晚就是一句佛号。 三年成就的，像这种例子很多啊,啊，在家同学里面就更多。哎，多半呢都是不认识字的啊，阿公阿婆。 他们的成就高啊，所以我们看到了，听到了，心里要记住，绝对不能轻视这人。他们秘密在那里修，我们没看到。这个秘密是什么？就是一句阿弥陀佛。 真正做到了大师至菩萨教导的“堵邪六根，净念相继”呀！他六根不向外攀缘呐！啊，这话什么意他没有自私自利，他没有明文利呀、啊。他没有贪图五欲六尘的享受。 啊，只知道在常住为大众服务，希望能够做得尽善尽美，让大家都欢喜。啊，用这个来供养大众，修复啊，真修复啊，复慧双修啊，一句阿弥陀佛不能修慧呀、啊。啊，他每天在干什么？每天复慧双修。 那、啊、两三年的时间的时候，他功夫成就了。你看他走的那么自在，走的那么潇洒，为我们做实现啊！他这一走，如来三转法轮，他是做正转。他不会讲经，也不会说法。 啊，也不懂得怎么度人，哎，他亲自给我们做证明，这个事情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修吾师走的时候，啊，旁边真的有十几个人呢给他做念，看到他走的。 啊，他们给这个修武师讲啊，他说古来这些大德，啊，功夫成熟自在往生，都爱留留几首诗，留个偈子给我们做个纪念。哎、啊，他说你也不能例外呀、啊。修武师就讲了，我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啊，我也不会作诗，也不会做祭祀不过我有一句话，啊，告诉你。 能说不能写，不是真智慧呀、啊！他就走了，留着一句话。啊，地仙老法师听到这个，在在场的人告诉他了，啊，真佩服！ 啊，所以这个道，这个法门，成为最圣之道，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这个法门，叫我们一生正德无上菩提，又会书识别。 与一切事出事中，无有人比。啊，人比是讲同类当中能够跟他相比的没有。啊，无论是宗门脚下，啊，显教、密教、念佛法门。 确实是第一啊！可以说呢，他没有任何条件，你看，就那么简单，你一点不能怀疑啊，深信不疑。你发真真正的大愿啊！我这一生我什么都不求了，只求往生极乐世界。 你看，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啊，一个方向西方，一个目标记录世界，一个愿望清净解脱。你看，就这么单纯。啊，形式吗？六字红明净念相继。啊，这个念叫净念，为什么没有怀疑？ 没有夹杂，这叫经。念啊。半信半疑，念佛里头夹杂着许多妄念，这就不行了。啊，为什么会有杂念呢？因为你有怀疑，因为你没有放下，你的心不转。 如果果然呢，你就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其他都不要，通的放下了，那怎么会夹杂呢？那就不可能了。啊，一心称念呢，就是净念了。啊，你二心、多心称念，念佛还想别的。 所以你念不清净啊,啊！这个法门叫净土啊，心净则佛土净。头一个叫讲清净心啊，不许你有杂念啊。我这一生到这个世间来，遇到这个法门没遇到法门不知道啊，那真的叫没福啊！遇到这个法门。 啊，遇到这个经典讲的这么清楚，这么明白，我要不能一教奉行，那不是错过了。善导大师告诉我们，这个法门叫万修万人取，一个都不会漏掉啊，这话是真的。 啊，山道大师在日本啊，有很多人呢，说他是阿弥陀佛再来的。啊，中国古时候有这个传说。我到日本访问，问日本这些净土宗的呃呃大德们，你们知不知,道知不知道这回事情？他们知道，他们相信。 啊，日本人对善导大师非常崇敬，啊，很多净土宗的寺庙叫善导寺，啊，所以你看到善导寺，那是尽宗道场。啊，万修万人去是释迦摩啊不是阿弥陀佛亲口所说，啊，善导是。 弥陀再来，不是弥陀亲口所说吗？啊，我们还能不信吗？啊，真干就是真信。你说我真信了，没真干，信愿有问题。啊、这从前、嗯、张家大师告诉我啊，他老人家告诉我，佛法知难行易。 你没有能够真正去行啊，你这个智商有问题。他说不在行，在智啊，这是属于哲学上的问题啊，智难行啊，这真的不是假的。所以我们的信心为什么不能进去？愿心也不见坚定啊，我们也很想。 我们有像嗯过去这些大德们那样的身心切愿啊，怎么办多学经教啊，我们信才能真呐、啊，愿才能切。 啊，释迦牟尼佛当当年在世四十九年讲经说法，为什么？我们渐渐体会到了，无非是帮助我们身心清净啊。 这是心结，后头行政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啊。老师帮助我们呢，就是帮助我们真心、真正明白了、理解了啊。然后我们从心当中去求证啊，这个法门，临命宗时佛来接引，这是真 啊，所以结结真的是透了，真搞明白了，我们才真肯放下。啊，没有搞清楚，没有搞明白，放下太难了。啊，世间法我们放下了，佛法放不下了。 啊，佛法放不下，不行啊，不能带走啊。般若经上讲的很好啊，啊，佛用比喻来说，啊，佛法好比过渡，啊，过渡要小船了，渡船了，啊，佛是用诸法来做比喻，啊，你乘上了佛，你学习佛法了。 就等于坐上了渡船，到岸了，你要下船才行啊！你不下船，你就不能到岸了。你要想到到彼岸，你要把佛法丢掉啊！那、啊、它不是真的啊，所以。 金刚经上说：“法上应时，何况非法。”那法是佛法，你学的再多，你都要把它放下，你都要舍掉啊！何况这世间法，是出世间法，通通放下了，你才能往上 啊，佛法好不好？啊，这宗《经中无尽一论》好啊，这是什么？这是阿弥陀佛度众生的大愿船。我们学习我们登船了。啊，时时刻刻你都晓得，我放下的时候就到彼岸了。啊，到达的时候，这通通要谁？ 最后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啊！现在明白了，真搞清楚、搞明白了。我从现在就看。啊！前面跟诸位同学说过了，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 看一切人事物，全是阿弥陀佛啊！六根接触的六尘境界，内外都是阿弥陀佛。有阿弥陀佛，别的就放下了。 功夫就在日常生活当中练，立思练心吗在工作的时候练，在待人接物之处练。啊，在这个里面最重要的，把我放下，绝对不执着这个生生活。 啊，我放下了，是什么现象呢？自私自利的念头断掉了，没有了。这个念头断掉了，名文利养自然没有了。啊，对于五欲六尘这种贪念啊、贪嗔痴啊，统统就没有了。啊，所以念佛往生的人。 他们生到极乐世界，啊，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啊，得到阿维越之菩萨的待遇，他有道理在呀、啊。通常我们讲啊，佛菩萨对我们的加持是相对的。 我们有一分功德，他加上一份；有两分功德，他加两分。啊，跟我们自己所修的一定成正比例。啊，如果我们心里所有杂念都没有了，只有这一句佛号，虽然没有开悟，到西方极乐世界，佛力加持，大彻大悟，明心见性。 那算什么图啊？石宝庄严图啊，凡夫生石宝庄严图啊，这叫难心之法啊！在其他法门里修行，你都困难，要断尽四烦恼啊！在这个法门里头。 你只要把阿弥陀佛抱住，其他东西放下，你就得到了。啊，所以这个法门称之为最深之道，不为过。啊，一切事出事发中无有伦比，是真的，它不是假的。 啊，下面真洁，你看也这个说法。真洁曰：“最胜道者，念佛往生一道，于一切方便中啊，无上最胜。”这些古大德的啊，为我们的解释重要。 啊，接着又说，又最深道的解脱的。啊，这是大乘法常讲的三德密藏，啊，自信的这三德，啊，第一个法身的。第二个般若的，第三个解脱的。啊，主要知道。 这是自信里头本有的。啊，正德善德是什么人呢？明心见性。啊，《华严经》、《言教粗度以上》啊，也就是说。 起心动念、分别执着，统统断掉了。上上根人啊，像释迦牟尼佛、慧能大师这一类的人啊，在一生当中，真正能够做到。 顿时顿悟顿证，人不在少数啊！可是时间长短不一样啊！释迦牟尼佛跟我们表现。 我们知道那是实现一念之间的顿时顿真的啊，把十二年所修学的全放下了这是这是做给我们现在所讲的知识分子看啊！知识分子好学啊，广学多闻呐，啊,啊。 学的是什么呢？学的叫所知障。为什么自信里头没有这个东西啊？般若无知啊，般若里头没有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是什么呀？知识。自信里头没有知识，有智慧。 知识障碍智慧啊，所以你要不舍的话，你就不能见性，你就不能得三昧，这不能不知道啊。两种障碍，一般人全都有。 啊，烦恼障、所知障叫二障啊。啊，障碍放下了，自信就现前了。 暗去了，明就来了。啊，明暗是一体，迷雾也是一体。啊，可是自信，他没有迷雾。明的时候，他不能嫌弃，他被障碍住了。障碍放下了，他就嫌弃。了。啊，本来是明，没有没有迷暗。 中国古圣先贤说说这桩事情，说的跟佛好接近呢、啊。《大学》里面讲“明明德”，明德是什么？如果用佛法来解释，“明”是般若的。那后头那个“德”字呢？ 德字里头就含着法身德、解脱的，你讲得通啊。所以唐恩比说啊，佛法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啊，把它一提提升，跟花也没两样了。 啊，明德为什么上面再加个名字？肯定现在不明了吧，迷了吗？啊，如何恢复明德？啊，要明明德，明德是本有的。啊，后头上面加个明，肯定现在已经不明了，明德不明。 啊，现在的功夫的时候，修修学的功夫就是要明明德。啊，那么在世法、佛法、嗯、明明德当中啊，这个、这个、这个，就这一切方便法当中啊，嗯、念佛是无上最胜啊，就用这句阿弥陀佛。 啊，用凡夫最困难的空有两边都舍掉，太难了，啊，不是住空就是住有，啊，现在佛教各模方法，啊，空有两边都都都都放下了，就住阿弥陀佛，这个法字妙。 啊，阿弥陀佛，什么不要管他，就是死定了。就你一句阿弥陀佛，啊，古人讲，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你只要一往生见到阿弥陀佛，你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了。这个成就还得了啊？ 用这个方法成就的人，比修禅、修密、学教容易太多了，殊胜太多了，真是没法子跟他比啊！ 让一瓶烦恼都没有断的人，在一生当中能圆证无上菩提啊！你说这个这个法子多妙啊！所以，最深道者，解脱得涅槃极明，无上上。 真解脱啊！无上之上啊！真真解脱，故无上上呢，那就是最深意了。没有比这个更殊胜的了。这真解真念殊，互为表里。 因念佛即无上上最深之道，啊往生呢？比正涅盘也。啊，往生的时候什么是真？我跟诸位所说的。 诸位，如果真相信，真能把世出世间法一切都放下，<coughs> 我相信往生到极乐世界，你见到阿弥陀那个时候就真的。啊，你正得清正了。 不需要阿弥陀佛本愿为神加持，你才是阿维约之菩萨。那是什么呢？你没有真的的时候，佛加持你。我相信，有很多很多人到达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是就真的。啊，为什么呢？他已经舍得很干净了。 事出事发都放下了，啊，最后就抱着这一句阿弥陀佛，啊，到极乐世界一见阿弥陀佛，问题全解决了，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啊，我们这一生真的是太幸运了。 啊，遇到这样殊胜的法门，真是彭吉清居士所说的“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一天，我们遇到了。啊，《开经记》是武则天做的，做的真好，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们在这一生遇到了，总的关键就在于我们能不能学啊？学是怎么学呢？世上有没关系？心上决定。 啊，世上世上随缘，有很好，没有也好，不要把它放在心上。深深相信，一心住在阿弥陀佛，这一心呢，你住无上道啊，你住弥陀所住啊。 相信，祝福护念呐、啊，龙天善神照顾啊，还操什么心呢？ 啊，乐观法师啊，前天我讲的，乐观法师写的这个金山活佛的这些故事，这个书我们同学找到了，啊，我们会很快的把它翻译，它是个小册子，供养大家。你看金山活佛的那个传奇。 里头没有别的，就是彻底放下了。啊，现在人最贪的是钱，好像金山活佛一生呢，跟钱绝缘了。啊，人家供养他的钱。 在早年还有铜板，啊，硬币，啊，他拿到怎么样吃掉了？给他钞票，他把它捏成一团也吃掉了。他也不生病，他有本事消化，这个不可思议啊！啊，没有彻底放下。 啊，一身就是身上穿的一件一件衣服，其他的没有，里面小褂裤，外头一个大褂，一身就邋遢。啊，从来也不洗衣服，从来也不洗澡，啊，多潇洒了，多自在。 啊，相信他的人很多，大家都把他看作活佛 <coughs>。啊，什么样的疑难杂症，他都有办法帮助你，啊，帮你治疗。啊，洛官法师跟他住过四个月。<coughs> 告诉我啊，他说他真的是有神通，啊，日常生活他没有规律，啊，确实有一点像宋朝的济公那那个类型的人。 啊，吃饭也没有一定。啊，他跟他在一起，有一次看到他吃了十八碗饭，还吃一碗面。啊，对于大众呢，供养说他从来不拒绝。啊，也请他吃饭吧这个人盛一碗给他。 哎，那个人也盛一碗给他，哎，他都不它吃下去了。<laughs> 那时正好，罗光法师坐在旁边，就告诉这信徒：“你们可不能再害他了。你看这样，人还受得了吗？”他回头跟罗光法师说：“不增不减。”哎罗光法师听到。 呃，感觉他太奇怪了，真的是茫然无所措啊！没想到他说这句话，不增不减，也就是说，吃跟不没吃一样啊。给他一两个星期不给他吃东西，没事啊，是这么样一个。 心地清净平等觉啊，我们这个经体上，他全都做到了啊。他平常修行，他也去念一句佛号，他念这一句佛号上面加了两个字：谁念南无阿弥陀佛啊。 后头还加个啊谁念阿弥陀阿弥陀佛呀？啊，在这里带着很很浓啊禅的味道啊，而且念佛呢多半在晚上，声音很大，吵的人呵呵都不能睡觉。换一句话说，他念佛的声音，周围大众都听到。 他甚至传法啊，提醒大家念佛啊，这个故事值得看看。因为民国初年真有其人呢，真有其事啊，这是这不是虚构的，是真实的，都是。 为我们来做做正传 <coughs> 啊，所以这个地方几句是非常重要啊，一定要知道，因念佛即无上最深之道，往生必真涅槃。 有正当念佛时，先祖心事，当下即是，即无上上解脱事业。就是我们平常啊，随念佛功夫，前身不是时间久。 啊，老修行不是的，功夫确实，在这一念呢，纯不纯？古人讲。 净念相啊，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就是那一念呢？能不能相应？什么叫相应？净念就是相应。啊，大师之菩萨所说的净念相继。啊，净念是清净心。 这一念相应了，我们今天念佛，念的再多，心还是不清净。啊，那我们是净反过来是慧，我们是慧心念佛，染悟心念佛，所以那个效果跟净念呢？ 那就差得太远了，啊，还是我们放不下吗？还是我们舍不得这个世界吗？啊，这经上明明告诉你，与一切事处是中。无与伦比。 我们对于事、出时间、一切法，总是牵挂住，总是不能放下，没法子，真放不下。为什么呢？我天天是要生活啊。 我还有明天呢，我还有明年呢，想的太多了。要怎么个想法呢？我在前面跟同学们说过啊，印光大师，每一天想到死。 我从这个地方有点领悟。我每天想到今天是我在这个世间最后的一天，没有明天的。明天早晨醒过来了，哎，怎么又有一天？啊，这是最后的一天。啊，决定不去想明天的事情。 只有今天，今天我该做什么？应该念佛求生净土，其他的事情应该放下的干干净净。为什么？假的。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无论是顺境、逆境、善缘、恶缘，平等的方向，我们回归到经念相机。 这个效果就大了。为什么？每一念跟阿弥陀佛都相应，真的，古人讲的没错。啊，一念相应一念佛，心做心事啊。心本来是佛，我今天念阿弥陀佛就是做佛。 啊，我本来是佛，我现在要做佛，岂不当下就是吗？所以这个跟禅宗一样啊，原理相同的。啊，宗门老师常常看问学生：“你会吗？”敬宗也不例外，你会念吗？ 会念跟不会念的差距很大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接触很多大众啊，提出很多问题啊，这些问题什么都是废话。 都是妄念啊，妄想都应该放下。那、啊、你修净土了，你还会有这么多妄念？你没修啊！那、啊、我为道场，为众生，还是假的。 为什么呢？如果是净念相继，你肯定得诸佛如来加持啊！阿弥陀佛护念呐、啊。 龙天善神帮助你处理这些杂物啊，不用操心了、啊。啊，一心专念。啊，我们也相信，不出三年，你成功了，你做佛了。 这个道理不能不知道，啊，经上讲的字字句句是真理。啊，心作心事这一句是净宗理论的核心、啊、你为什么往生能成佛？道理在此地。 啊，下面说，今日是世尊将因弥陀之妙法，故住于弥陀之所住，行弥陀之所行，念弥陀之所念，故云住诸佛所住最深之道，这是我们要学的。 真正修净土的人，一个主，一个行，一个念，这三个字自行化他了。释迦牟尼佛在此地给我们做榜样啊！今天释迦牟尼佛。 啊，要演说阿弥陀佛的妙法，啊，为我们演说也是表演的、啊，说是说明把西方极乐世界性相理事因果，详细为我们做介绍说明。 啊，所以，他住弥陀之所住，弥陀所住住在哪里？啊，简而言之，就是住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自己不住阿弥陀佛，他信心就失掉了。啊，阿弥陀佛是什么意思？我们懂得，无量智慧，无量的觉悟。啊，从理上讲。 祝佛如来，祝长寂光啊！长寂光是诸佛所住，弥陀当然不例外。啊，长寂光是什么？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 长吉光，无所不在，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换一句话是：一切时、一切处，就是长寂光。 我们为什么不能证得？因为我们有妄想分别执着。《华严经》上说：“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就这个意思啊！啊，我们现在已经可以说相当熟悉了。 因为经教的熏修时间长了，都知道啊，与世俗世间一切法不执着了，把执着放下了，真放下了，证阿罗汉果，再把分别放下，不再分别了，尘沙烦恼就放下了。 成菩萨了，啊！最后不起心不动念，把根本无名也放下了，根本无名也起心动念，你就成无上正等正觉，你成佛了，啊！这个境界，《次华严经》就是原教初住以上。 入这个境界了，啊！金刚先生告诉我们：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啊，这个无所住就是不住执着，不住分别，不住其心动念。 啊，而生其心是什么呢？与十法界一切众生感应道交。啊，众生有感，啊，众生像现在无线电波一样，啊，它是发射台，它发出来这个波，你全部都接收到。啊，你收到的时候，你会回复他。 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发射台，也是个接收台。诸佛菩萨一复如是啊，甚至于《佛在大臣经》上告诉我们：正报一矛盾，依报一微尘。 它也是接收台，也是发射台，啊，一毛一尘呐、啊，里面都有圆满的心得。啊，换一句话说，用现在科学的说一说，都有变法界、虚空界。 圆满的信息，不断的在发现，啊，一年一年都在发现，啊，这一年。是，一千。 六百兆分之一秒，一年啊，一秒钟有多少年呢？一千六百兆，从来没有停止过。你想想看，每一个矛盾。每一列未成通通都是这样。 啊，还原观上给我们讲的三种周边啊，念头也放着发射出去，周边法界，啊，那我们这个细胞，啊，这一列微尘，也收啊，不是不收啊，变法界虚空界。 一切诸佛菩萨的信信息，我们也通通接受啊！接受为什么不起作用呢？迷了，迷而不去这就受作用，起作用，迷嘛！啊，为什么迷了？头一个就起了个我，执着有个我，身上找不到我，啊，身是色法，找不到我。 心上也找不到我，心是什么？受想心识，受想心识的也找不到我。啊，根本就没有我。为什么那么样坚固执着于我？这是六道凡夫醒不过来的第一这个因素。 他醒不过来呀、啊，确实没有为什么那么执着？啊，我直破了之后了这个菩提道上一帆风顺了。啊，尤其是念佛这个方法，啊。 真的是古人讲的“近中近又近”，就是近路啊，不拐弯呐、啊，直接快速，是个易行道啊，不是难行道、啊。 啊，我们今天说这么困难，没有别的，就是我执，我这个执着太严重了。啊，不知道身心里头都,都找不到过彻底放下之后了，真的我心情了，不是没有过，有，常乐我净。 你看，自信里头有四净德啊，常识永恒不生不灭啊，若是你苦了，永远没有苦，没有苦，苦乐都没有啊。真我，我是什么？我是解脱，前面讲的解脱德。 啊，末后一个字是“净”，清近的。明心见性的人全见到了。啊，慧能大师见性，你看头一句，清近。活其自性本自清净。啊，见得。 啊，第二句讲的，何其自性，本不生灭，常得，那是常。啊，何其自性，本自具足。 那是我，那是真的我，不是假的我。啊，后面两句，若本无动摇，能生万法，那多快乐啊！得大自在啊啊，这是。 一切修学大成人梦寐以求的，非常不容易成就啊！关就在烦恼难断，特别是第一关：破身境破边境破渐趋戒趋邪见的头一关啊！头一关破了，你进门。 啊，成就的早晚在乎你的善根福德因缘。啊，勇猛精进的人，因缘殊胜，要遇到净土的时候，一生成就。啊，达到这个境界。啊，上中下三根。 遇不得净土，都不能成就。啊，也就是说，出不了六道轮回。啊，超越六道轮回，在佛法叫小成就，不是大成就。啊，这一句意思很深长。啊，住迷途之所住。 行弥陀之所行，念弥陀之所念，啊，故云助诸佛所助，罪人之道，啊，今天时间到了，这一句我们明天再来学习，啊，它意思很长，非常重要。